一，嗨，来打招呼哦。Hi, welcome to the show. I am very happy to see you all today. My height is 57 centimeter and weighs 5.2 kilogram. I am a Romanian robot. I can sing and dance. Welcome to the robot story exhibition. Are you ready? Let's go. 那我来帮闹做个小小的翻译吼。他说啊，他身高是57公分，体重是5.2公斤。然后今天看到很多人来看他表演，他非常的开心。然后呢，等一下他会为各位带来燕春的表演哦。那他就是说啊，他是非常需要鼓励的，所以等一下在他表演之后，大家都要给他一点掌声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首先欢迎他第一个表演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还想一下表演什么，对，别忘记了。他表演是空气吉他。I'm going to perform Tai Chi Chuan first. 他说要学太极拳哦，所以你要来一段表演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需要掌声哦。好，我们表演一下。你非常喜欢美国的一个偶像，那请问是哪一个偶像？Michael Jackson。
哦，他喜欢 Michael Jackson。弟弟妹妹知道 Michael Jackson 是谁吗？知道吗？所以你应该会带来一点 Michael Jackson 的舞蹈给大家看，对不对？那来点掌声喽，谢谢大家。